大家好，我是醉影，今天我再带来一个拳皇十四练心的连招表演，以及人物背景信息的解密。练心是拳皇十四里面新加的一个人物，在其他版本里面并没有出现。官方对他的介绍是一名空贼团的首领，举止刚毅，偶尔会露出女孩子一面，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女汉子类。他的格斗类型是莱克流制空术，出生地依然是存在空贼的异世界队，身高1.70米，体重55千克，这也是现在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一个身材啊。喜欢的食物是煎鸭肉，这个就比较奇葩了。擅长的运动曲棍球，这个和他的身材也相符合。最重视的事物是他父亲和皮斯空贼团，最讨厌的东西是猎鹰。还有就是他的终极目标就是继承王父的遗志，率领众人凭借出色的能力与冷静的判断力啊，将战斗导上胜利之路，非常远大的一个理想啊。练心的这个外形设计的也是相当帅气，手拿大宝剑，身着一身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刺客装。对，他的类型我估计应该属于刺客加这个战士的一个类型，而且还带一点法师的这个属性，相当完美，也是本人比较喜欢那个类型。下面继续来看他的连招吧，我们BC 一套 EX 招，最后用一个两气取消，两气取消之后再接三气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伤害，非常的爆表啊，几乎打出了90%的血。继续来看下一套，也因为这个女性角色血比较少哈，就可以打出这么多，我估计打男性的话应该打不了这么多。现在再来看下一套，这个连招也可以干，我也给大家解一下密啊，就是也比较简单，在拳皇十四里面属于比较简单的一个类型。大宝剑是这个三气，再次来看下一套 BC 的已经演示完了。其实这个练心的 BC 连段并不是很多，跳 C， 向前一个46A， 应该是26A 啊 ，26B， 这样的话接一个一气，然后再取消三气。大家可以看左边那个指令啊，这个一句两句的也不好解释清楚这个连招，大家直接看指令就可以了。两气怼下，我们在最后一套连段中结束今天的视频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点个关注再走呗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